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Kiro 啊，我是Bobo，他是小蝴蝶。今天我们打算要跟大家分享啊，圣诞节已经快到了。对，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是小朋友最期待的。对，真的，而且甩宝从11月就开始每天在问什么时候圣诞节。对，他一直很想要收到圣诞礼物了。他就说他要那个玻璃的车车，然后其实这些玩具我们已经准备一阵子起来了，都一直藏起来，那不要让他知道。然后等一下呢，小宝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给他一个 surprise。然后你还要那个装扮圣诞老公公哦，今年也要扮一下。对，然后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是那个是你。然后我等一下要清个痰哦，变换一下声音，再来演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来给他一个惊喜啦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礼物区。对，就是我们计划，就是他一放学回来嘛，一开门就看到了。这个啊是我们去年就挂好了。然后我们都一直不知道这小房子可以开灯。然后就甩包、欸欸、啊，妹妹，你把它踩下去，它会扁掉哦，那个格的。不可以踩哦。格的哦，好吗？所以这个小房子是甩包发现会掉。对，他说他就打开说奇怪，怎么居然会有灯呢？我们用了一年都不知道。原本想要把这圣诞树给收掉，结果发现他们两个对这个圣诞树呢，几乎每天都有兴趣，每天都会碰一下。对，每天过去就是这样摸一下、摸一下、摸一下，要、啊、不然就摆着吧。对，要摆着都不要换的。那、啊、就摆到今年，哎、欸，又圣诞节了，又可以用了。好了，那今年呢，多了一只小蝴蝶可以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到时候我们等哥哥再一起拆礼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各位，现在宝宝去接小孩哦。那我要赶快来变装，穿这个圣诞衣。今年又要扮圣诞老公公了，这是第二次扮圣诞老公公，赶快穿起来，赶快穿起来。哎呀，这样，墨镜也要戴上哈，不然会被认出来。有看过这么帅的圣诞老公公吗？有没有圣诞老公都会这样讲话？好了，那波波等一下呢，小孩子就要带回来，我们就等等给小孩子惊喜吧。妹妹进去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洗袖奶的呀。妹妹先进去，我帮你。妈妈洗袖奶的。是谁啊？圣诞老公公吧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圣诞节到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太多了吧？妈妈，圣诞老公公是我的。我今天会把袜子拿去放好哦，鞋子也放好哎。我们要不要先拆礼物？好，我们先拆鸡的。我们先拆大的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个大的要不要？好。从哪里拆？怎么拆？把它撕掉，直接撕破。玻璃的环境，你怎么知道是玻璃？我应该猜对了吧？是玻璃吗？是啊。是你跟圣诞老公许愿的那个吗？是，圣诞老公公谢谢你。哦，有礼貌哦。是什么东西？玻璃，我想要打开看看。好，你打开。我打开耶。我们里面没有东西。为什么没有东西？我们把甩宝的礼物呢偷偷拿起来，他应该会很失落。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把他的礼物拿起来呢？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他知道说他平常表现，要给他一个提醒，让他知道说原来我乖乖的那个圣诞老公就会出现这样。啊，其实有点扮整他的感觉。对，没有乖的话，圣诞老公不会把礼物拿走。全部拿出来看看。有没有东西啊？东西嘞？全部都抽出来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从前在有洞洞没有拿东西。哦，甩宝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没有乖？我有乖呀、啊。那圣诞老公公为什么礼物里面没有东西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做了什么事没有乖，被圣诞老公公看到？你要不要想想？打妹妹，有打妹妹？你真的有打妹妹吗？有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你有跟妹妹说什么吗？对不起。那你好好的跟妹妹说。妹妹对不起。
原谅哥哥好不好？妈妈，里面有东西吗？嗯，你可能没有乖，圣诞老公公把礼物都收走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呀，我有很多呀。真的吗？我有在猜下一个。好啊，你想要猜哪一个？记得。怎么这么轻？你没有东西吗？应该有吧。应该有，那你把那个拿进来。耶。家怎么？哎，是谁？没有东东。真的吗？小朋友们，哦，圣诞老公公哎！哦，小朋友们，哦，拆礼物了，有没有收到礼物？有吗？里面没有，现在有东东。里面没有礼物哎，你有跟圣诞老公公讲吗？为什么没有礼物？我跟你说，你爸爸跟我讲呢，你看我带了什么东西来哟？咚咚咚咚，你叫鼠来宝吗？是。哎，给你。谢谢。哦。妹妹，你会怕他？妹妹怕不？这是圣诞老公公啊，不要怕。我是圣诞老公公，你看这些是你的玩具哦。谢谢。有没有？爸爸说你表现很棒，叫我一定要给你礼物哦，对不对？对。圣诞老公公还记得你呢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记得哦。今年几岁了？8岁。3岁了。妹妹呢？哦，阿公公了，宝宝。爸爸，你看哥哥，哥哥给圣诞老公公抱抱哎。哦哦，那你可以去玩礼物啦。啊，你没有收到礼物的时候会不会很难过？不会。不会哦。这个礼物爸爸妈妈每天都在跟我们说，我希望可以送给你哦，就要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好不好？好哦。哎呀，我圣诞老公公帮你拿，要不要？哦。这是什么？陪妹妹拆礼物要不要？好。妹妹要不要拆礼物？不要。小文姐来，你的礼物嘞？你的礼物啊？礼物这是什么？看，看这是什么？妹妹，你的礼物啊？你喜欢玩球球吗？打保龄球好不好？妹妹会怕怕呢。妹妹会怕圣诞老公公怎么办？哦，还有啊，旁边还有两个大的，要不要一起摘一摘啊？哦哟，好重哦！哦。哦，这个是妹妹的礼物哦，会跟妹妹一起玩吗？会。小蝴蝶送给你，还有一个礼物喽。这个大车车有喜欢吗？打开啊，可以一起玩哦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玩，不可以吵架哦。那这几天你们要乖乖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圣诞老公公很喜欢你们的。啊，圣诞老公公等一下就要去送其他礼物咯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圣诞老公公要走咯，要走咯。老公公拜拜。哦，要乖乖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哦。哦，这台是谁的啊？圣诞老公公给你礼物，你有没有说谢谢？谢谢。哦，不客气。那圣诞老公公要走了，你们乖乖啊，好不好？好。乖乖玩啊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妹妹，圣诞老公公走了，那我们去游戏室玩。我不要。我喜欢。你喜欢？你有没有开心？好开心。哎。现在有多多送的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丹丹。刚刚来的。对。哇，给你什么？你看。玻璃的家吗？哇，他给你的，他已经拿出来的。哇，史莱宝代表你有乖哎，代表有超好的哎，一年才来一次哦，一年才来一次哦，真的。天哪，你们拿到好多玩具哦，小朋友们。放不进去。放不进去。小台一点的吗？好啊。要小台的才可以哦。哇，妹妹，哇，你看你的，哇。原来有的东西。
对呀、啊，他会送给听话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水宝，你没拿到礼物的时候有哭哭吗？对。那你有很难过吗？没有。真的、喔。好可爱哦、喔。看到两兄妹这么开心，也值得啦。对啊。他们说我很开心。你开心吗？好开心啊！妹妹，我教你用这个亮色素。他们开心到吃饭时间到了都没有了。对，他完全忘了要吃饭。来吧，今天收到这个圣诞老公给你的礼物，有开心吗？真的好开心啊！欸、妹妹，那不是手机啊！我想说你干嘛？那不是手机啦！来吧，圣诞老公，我叫你干嘛吗？叫我听话，要听爸爸妈妈的话。啊，记得哦。好的。这样明年才会有圣诞老公送你礼物哦。好啦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收到的圣诞节惊喜礼物啦。希望明年呢，他们兄妹俩一样又可以收到圣诞节礼物啦。那你们要乖乖，不要吵架哦。可以吗？一起玩。可以哈、哦，啊，你不要拆哥哥的车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下一部影片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好。好，抱一下好不好？哦哦哦，好可爱哦你哦。好可爱哟、喔！抱抱，抱一下就好。哦，妹妹，你之前有给圣诞老公公抱一下哎。老公公抱抱哎。有吗？那握手，握手就好了。give me five就好了。哦，乖。